打勾就会出来哈，叫 DHTML 效果。反正以后看到动态的话呢，就找这个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呢，当载入网页，载入网页的时候呢，用飞入好了，哈，飞入从哪里都可以，反正只要会动就可以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小题就完成了哈，第一个小题就完成了。第二个小题的话呢，按 Enter， 在下面这个地方呢，一样输入这些文字。那这些文字的话呢，因为我为了这个速度快一点，我就直接怎么样呢，把它用复制贴上好了。好，那这些字的话呢，贴上，当你用自己打字哦，特别注意，你这个地方到时候到考场是用自己打字的。然后，因为贴上去有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问题。那当然，我是建议你们可以用一个方法了，就是先贴到这个记事本，好，然后再把记事本的东西呢复制，再复制一次，再贴上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中间反正你可以就按几个空白键都没关系，它这个没有规定啊，它只是为了美观而已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哈，中间按空白键就可以，然后让它分开，这边、这边、好、这边。那到时候的话呢，这三个都要超连结。超连结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这个，等一下再来做好了，先做这个吉他社的近期公告，点下去要连到这一个哦。Guitar Event 的这个网，这个超连接，然后吉他社教学内容的话，就要连接到 Guitar Learning， 所以呢，我要连过去，特别注意哦，我就把它选取起来。那连接的话，特别注意就插入超连接，然后呢，就找到 Guitar 的 Event， 按确定，好，那这个选取插入超连接。然后选择 Guitar Learning， 确定。那回社团首页比较麻烦一点，它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要，直接看这个第五了哈。其实特别注意哦，首页以后看到首页呢，就是哪一个档案呢？首页，对 ，index。所以我们到时候要连的话，就要连 index。那这个地方就选取。插入超连接，那这边没有 index 就要上一层 index， 确定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你按确定呢，特别注意这里是这个题目里面最困难的。按确定的话呢还不够，到时候呢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在框架里面会有框架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去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确定有没有？把它存档。框架里面会有框架，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什么叫框架？像我这边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，我先开 index 好了，比如说我现在浏览器中有没有？啊，这边吉他社，吉他社这个我超连接我也做一下好了。这个我顺便补一下，吉他社这边要连接，所以插入超连接，连接到 Guitar History， 在这边显示，确定，啊，这边把它储存。那一样，我在浏览器中预览一下好了。这边吉他社点下去，哎，这边就出来。那这边哈，如果说我直接点会变怎样？变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框架里面还有框架。如果你在吉他社，再回社团，就变成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样子，这就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很奇怪啊，怎么这个网页里面还有网页？那正常的是应该是点下去的话，应该要还是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一题的第五小题，他讲的就是回社。